现场的嘉宾朋友们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陈老师你好，先给我们所有的人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来自江苏，今年28岁，身高1.76米吧。为什么今天会来到完美告白的舞台？欣赏本山大叔还有涂老师您、所以我就被你们吸引过来了。那你今天来向谁告白？我今天是向我的白富美彭梦来告白的。请解释一下白富美是什么意思？生活独立还有经济独立的，而且要有上进心吧，要有发展空间。你怎么认识彭彭的？彭彭是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的，然后眉来眼去的就产生了那种感觉。他哪儿白了？脸比较白点嘛。他美吗？情人眼里出西施嘛，对吧？对。那他的富到底富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开着豪车吧。你看见了他开了？我在他的博客照片上看到了，看到好多。他也提起过。那这个白富美三样当中，到底哪一样最打动你？彭彭最打动我的一面就是他的舞蹈吧，他的舞蹈阿那多姿的，就婀娜多姿。哎，对，你说阿那多姿。我没追过女孩子，感情经验都是空白的。上大学的时候有好多女孩子追我，不下1000个吧。1000个？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数量级？就是全班的女同学都喜欢我，这边同大学的女孩子都知道我的，我的人气很高。1000多个女生追你，你都没有心动吗？不是没有心动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说比较专注吧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学业还有事业上面吧。你说彭彭看上了你，彭彭看上你哪些地方呢？我虽然目前是个35人员，没房子，没车，没经济吧，但是我想自己创业。你的创业资金呢？找银行贷款呗。拿什么去抵押？我父母的房子。父母的房子凭什么给你抵押？我觉得一家人们最起码有。一家人也要分清楚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。如果做不到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就做不到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结果就是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。不管他是我的，我的还是他的，但是我一定要征服他，我才能成功，我才能迈向下一步。你征服谁？当然征服我父母了。我第一次听说父母是用来征服的。父母生了你养了你还要被你征服，做你的父母可真悲哀呀。不悲哀，我们家都很乐观的。28岁不工作没有恋爱过的陈宏伟，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叫彭彭的女孩，被彭彭优美舞姿强烈个性打动之后，陈宏伟经常给她发博客留言。可是这位神秘的彭彭出现在博客回应2次之后再也没有了踪影。今天陈宏伟来到节目现场，向他心中神秘的白富美告白。那么彭彭会来到现场接受他的告白吗？这么一个男性今天来到这儿向他的白富美告白，他的经历，他所拥有的条件，他所追求的爱情目标和爱情方式，你们认同吗？来请表态。一个人自信是好，但自大就没有用了。每个成功人都是从自恋开始的，对不对？人不自恋怎么能恋人呢？哎，对，我恰巧我特别喜欢涂老师这样的话。但恰恰是这种自恋让我觉得你是其实是内心极度的缺失，你是特别自卑的一个人，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不觉得自卑，这只能说你自己体现你自己自卑一点。我不是那种。大家都知道范冰冰所称为范爷，对不对？范爷，如果我有机会和你合作或者是为你工作的话，我想一定会把你拿下的。我觉得你像是从那个秦朝穿越过来的人。就像是那个兵马俑里面爬出来的那个外星人。真的兵马俑里面爬出来的外星人啊？你是哪个国家的思密达啊？他是秦朝的思密达。你要表白的那个白富美，他真的跟你一样也是你们那个星球的人吗？我们都是地球人。我发现你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快乐的奇葩，阿拿多姿的奇葩。谢谢谢谢。
我非常喜欢大家叫我奇葩，因为奇葩是独一无二的。陈宏伟在现场屡屡语出惊人，让大家感觉到在他自大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被自我保护包裹的心。由于在封闭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压抑而自卑的陈宏伟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与人沟通，可是有过几次网络沟通，已经意识到他问题的彭彭本打算通过这次见面帮助陈宏伟，可是陈宏伟语出惊人，让彭彭十分尴尬，他还会来到现场接受陈宏伟的告白吗？我接下来希望你能够踏实一点，来向自己喜爱的女孩子告白。好，接下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你觉得彭彭今天会来吗？会来吧。你到底喜欢的是彭彭的这个人，还是白富美的属性？我喜欢彭彭的多方面吧。彭彭不是彭彭。如果彭彭出来之后说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孩子，所谓的白不过是化了妆，所谓的富只不过是发了点豪车，所谓的美不过是收拾了一下，其实他很平凡，你还会向他告白吗？当然，因为每个人都来自平凡的生活中啊。如果彭彭出来说不喜欢你的不脚踏实地，不喜欢你的好高骛远，你怎么办？我想我会发短信给他，我会感化他吧。最后再套句底儿吧，你到底是喜欢他的富还是喜欢他的人？我喜欢他的人嘛，发展空间比较大点，自信上进心。一起来倒数五个数，五四三二一，请按键。我要回头了，一二三。终于等到你。Oh my god， 我的白富美终于等到了。主任好。来，你们俩站一起，我看看大家说合适不合适啊？谁说的合适？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的鹏鹏。你确定是鹏鹏不是盆盆啊？你今天怎么会来呢？今天主要还是出于好奇吧，好奇心驱动我过来，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勇气可以站到这里表白。他跳舞舞姿特别好，出神入化吧。大家想看的话可以稍微展示一下。掌声欢迎。我既然来了就站在边上吧，我助兴了好吧。他在博客上也是脾气很火辣的。其实你上来之后我们感觉到你特别讨厌这位男生，但你为什么要来？光仅止于是好奇心支撑着你吗？其实还有一点最大的原因是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我过来是想给他一些建议的，然后希望有一些话也想对他说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他。我想说我并不可怜，但是你的意见对我有启迪，我非常受欢迎，我广纳意见。他一直说你是白富美，美我们是看见了啊，白我们也看见了，我想问一下你真的富吗？我真的是不白也不富，我其实我们家是工薪阶层、哦、对，然后那个家里都是普普通通的，我自己也是做服装搭配的工作，然后平时呢喜欢跳舞，也会接做舞蹈老师的工作，所以说都是过的普通人的生活。那他为什么说你开豪车？那些全都是纯粹是爱好，就是跟朋友一起玩，然后拍的好玩的照片而已。你害人不浅啊。那今天来了，你已经看见了彭彭对你的态度，你还决定要表白吗？表白是一定的，既然来了嘛，一定要表白。
我觉得这点勇气还是好的啊。我说过，我从来不缺勇气，也不缺自信。你愿意接受这样的表白吗？我可以接受。28年的人生漫漫长路中的第一次表白，很珍贵哦，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，啊，接下来是陈宏伟的告白时间。好的，掌声欢迎。我在博客留言留了很多，我知道这点可能让你感觉有点反感，你也许不会答应我表白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糖葫芦，我什么都没想，特地下车在北京买糖葫芦，我也不知道老北京哪里卖糖葫芦，我跑了好多圈，我的脚上面都磨出了血泡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一个非常努力而且非常尽力的人，所以我今天买了一个糖葫芦，希望您能你能品尝吗？那个糖葫芦就算了，不管是出于什么，我脚都磨出血泡了，我从天安门一直转了好几圈，我买找不到糖葫芦卖糖葫芦的地方，但是在晚上我看到一个老大爷在一个墙角旁边去卖糖葫芦，我毫不犹豫的给他10块钱，我买了一根糖葫芦。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一定要表白成功。”我说：“大爷，我这个不敢向你打包票，因为这个糖葫芦还是有北京自身的特色的，它可能一串一串的代表一个男孩子的心，男孩子的责任嘛，就像竹子的竹节一样，节节高吧。”就是说，我对于你的努力也是这样的。我从没有说过我爱吃糖葫芦，你就收回去吧。其实我过来这次，除了是好奇，然后其实更多的是想告诉你一些话。你所定义的那种白富美，是你自己所定义的那种，跟我定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心中所想的白富美，其实不光是女生要长得好看，然后还是要最重要的是心灵要美的。你完全忽略了这一点，而且就算是你追求白富美，好吧，其实大家哪个男孩不喜欢白富美？可是你也不看看你是不是高富美。